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和的诚信传统鹅肉店。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啊，很久没有来了。看一下啊，那我要一个鹅肉便当外带。好，那参考防疫套餐吗？好，就那个。那副餐四选一。副餐，那我要那个鹅心肝。好，那就好吧。我再看一下啊，那我要一个那个鹅丸汤。鹅丸汤。哎，对，这样。这样就好，160。160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小菜列就拍一下啊。好，声音真的还蛮好的啊。啊，那我要都可以选吗？就是台面上的话，可以任选三道你喜欢的小菜。哦，好，那这个小鱼干可以选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那还有呢？小鱼干，然后番茄炒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你再挑一道你喜欢的哦。跟这个。好的，那个是油菜，可以先送吗？油菜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那马上帮你制作喽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过来，过来。好 ，OK。这样还蛮平实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诚信鹅肉的现况。好，那这个汤很好喝。好，谢谢。便当心肝跟丸子汤。OK。汤就要记得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诚信鹅肉的防疫鹅肉便当。那现在就来吃一看啊。啊，这个是小鱼干。哦，小鱼干很酥脆耶，好吃哦。番茄炒蛋，然后这个油菜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鹅肉。还带着淡淡的中药味啊，好吃。好，之前有讲过了，他也是很好心的店家啊。他每个月1号就是会发便当给有需要的人，爱心便当。去骨鹅肉，然后带着淡淡的中药味，很好吃。赞哦。然后这个是芦笋子，平时的便当，好吃，分量十足。
那小鱼干超酥脆的、啊。好吃。哦，真的很赞哦。哦，真的很香。好吃啊、哦，有够香的、哦。好吃。相当值得推荐啊。口味做得很好。很好吃啊。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。事实上他生意也很好。然后再是这个小菜，心肝肠，好，这个是我很喜欢吃的一种小菜啊。然后肝就会有一个浓郁的味道，然后带着淡淡的甜味，哦，对，那刚刚便当就满分了、之前有讲过，因为之前我曾经受过这家店的帮助，所以我对这家店是非常的感谢的。他也帮助过很多朋友，然后餐点的品质很好。但是它这个要沾上蘸酱才有味道、好吃哦，蛮新鲜的。然后一样带着淡淡的中药味，搭配上这个姜丝非常的棒，然后这个是心，好吃。然后整体来说都非常的棒，然后餐点的分量也蛮足的、好吃，好吃又新鲜的，好赞哦！感觉它这个蘸酱好像是有点蒜蓉的味道，蒜蓉酱油膏吧，好吃。好，再来这碗就是我单点的鹅丸汤。
感觉整个就是油漉漉油漉漉的哦。嗯，就是油葱酥跟那个鹅骨熬的高汤。嗯，好吃特别，鹅肉做的小丸子啊。嗯嗯嗯，嗯，好吃。好烫哦！好啦，那样样都100分了啊、哦，因为这家店真的是很棒，然后这个又很好心，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哦。个人就是非常欣赏这家店，而且他是这个善心店家，讲了很多遍了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台湾加油，台北加油，各位朋友加油，我自己也加油，店家也加油。啊，咱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